在那里度过两天，耶稣离开到加利利去，因为他自己说过，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敬的。耶稣到了加利利的时候，加利利人都欢迎他，因为他们曾经上耶路撒冷去过节，见过他所行的一切。然后耶稣回到加利利的迦拿，在那里他曾把水变成了酒。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病了。他听说耶稣从犹太来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若看不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肯相信。先生，请跟我走。孩子还没有死，回去吧。你的儿子好了。这个人相信了耶稣的话，就回去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的仆人向他来报告消息。你的儿子，他活过来了。他就向仆人查问孩子是什么时候好转。昨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，热就退了。这父亲知道了，那正是耶稣告诉他的那个时候。你的儿子好了。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。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利后行的第二件神迹。